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有一首歌叫做《四十岁的女人》。我是个四十岁，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那我能不能在四十岁之前嫁出去？我去，真是不能，太仓促了，还仓促，姐。什么年纪？哎呀，不要想着爱的人，万一你又离了呢？万一你又离了呢？姐，你说的对，我是个四十岁，结了又离了的女人。姐，这事儿我绝对不跟你犟，真的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女神们在一起就是好玩。马苏、黄奕、倪虹洁参加节目后相约唱歌，马苏也是触景生情，说到想在四十岁之前嫁出去。黄奕在一旁不禁吐槽：“不要想着嫁，万一离了呢？”我想黄奕说出这句话也是在调侃自己，毕竟前一段婚姻不幸。不过人都要相信爱情，只要相爱就不怕犯错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死了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